Hello， 大家好，我是阿伦。那么接下来玩的是炎炎消防队炎武之章啦。那么今天要继续来从我们的收益的合作啦。那这一次呢，他更新了一个新的角色，但是跟我预想的不一样啦，我还以为他会出另外两个新的角色，结果不是，他是把一个新的角色，把两个旧的角色插进一个新角色的池啊。那这个新角色他是 Black Star 黑星，那我是不大清楚啦。那我只知道呢，他把另外两个旧角色的池插进这个新池里面呢，反而是让我很兴奋的一件事了。因为我个人是还蛮想要马加的，我觉得马加才是这个收益的大奖。因为不知道我觉得这个马加应该算是一个大奖了，毕竟我们用换的可以换出他一个三星的技能卡片。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马甲应该才是一个大奖，而且重点是好看。他出这个新的 Black Star 反而感觉我个人觉得不是很好看呢。第二个石头，但是强度我就不知道啦，我个人是比较喜好马甲。然后就是 Kit 也是不错，看起来挺帅的。这一次出的这个新角就不是很好看，可是他也是算是主角群之一啦。我看简介是这样写的啦，我是没有去看的。哦，我的那个背包满了。好，我的背包已经上好了，那继续抽吧。第三个石头。哦，有 loading 了，有 loading 就代表有新的。可是如果是二星的角色也算是 loading 吗？我不大懂。有吗？有吗？哦，有有猜有猜就应该是有了吧。这种有 loading 的呢，就是会出新的角色了。哦，有一个二星的角色，糟糕，完蛋，该不会？哦，有是什么？健全的魂，健全的精神，健全的肉体。哦，是马甲，赞啦！这个是大奖，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大奖，因为我现在只差马甲，然后他的技能卡片我有一张，但是只有一张，不懂够不够了。不过，他的另外一张技能卡片三星的是在这一次上次的活动，那上次的活动只剩下三天啦，大家加油一点，然后看能不能拼一个 Kit 的三星满觉醒。我呢还在努力当中。那很棒，我中了马甲。马甲呢，他的那个三星的技能卡片在那个活动呢是可以直接用换的，所以很快就换到觉醒满了。所以我个人觉得马甲应该是这个活动的这个兽医的合作活动的重点吧，不懂。但是第四个石头，我个人是连 Black Star 我都想收入囊中的了，所以看有没有机会。但是我刚才看外面没有 loading 啊，所以这一次应该是没的。不过好像没有踩吧，直接跳过了。行吧。那奇怪的是，这个兽医的合作的第一男主角好像没有出。那不过你看他的技能卡片有了，不知道为什么。那好啦，感谢你们收看到最后啦，记得点赞、订阅跟分享。对的是 B 站的话，点个三连关注我。如果你是 FB 的观众的话呢，拜托帮我的专业点一个赞啦，只是需要点一下罢了，所以也不是很浪费时间，所以拜托大家啦。那我们下一篇再见哦，拜拜。